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旭。那我们今天要用我老板的钱来帮这个桃园三结义这个转蛋做点工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相信一次这个 0.33% 的几率，总和1%吧。我相信我应该可以吧，对不对？上一次 R10， 好吧，姑且不算宵夜战。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来帮官方工商，但是是正面工商还是负面工商，我不清楚，我也不明白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呢，这次很简单，一次保底。就是70抽，看看能捞个几只吧。我目标啦，就是保底一只，然后保底钱也一只。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应该不会太难吧，对不对？哎，什么八子？可以。第二颗，在真田幸村啊，不是吧？豆浆减肥喝豆浆。喝清姜有益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有蛋白质啊，又有饱足感，好不好？这个工商一下，可以啦，没有那么难嘛，对不对？手十抽，我觉得啦，都是轻轻松松，都不会有东西，没有问题。来，这个第二颗，第二组也是一样三个彩，但我觉得第八颗蛋的那个彩蛋就又是 AW 警告，还有白铁警告，傻小。不是啊，你如果莫德烈那个出白铁就算了，我都说就要出货了，那结果你出白铁，好，就白铁 ，OK 啊，就白铁。然后这个非洲小姐姐双人组，上一次是不是抽什么？好像也看到他们，对，怎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是不是就是放着飞丸之歌的那次？但我觉得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五颗彩没有问题的话，就是现在。怎么会是那个人？五颗彩，五只五十，这堪称完美的小小野战。太夸张了吧，今天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计划书跟我原本写的不太一样这看起来。我是觉得啦，应该是稳了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总和1%，没那么难吧？100抽至少也要有一只啊！我已经第50抽的吧，蓝丝跟土光，这两货也很常见。第50抽，可惜该出货了，我觉得真的，我觉得可以，这个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时间要来临了，就是我的时刻，这个时刻。爆开，都是50双人组的，今天看起来今天是个完美宵夜战的日子。但是反过来说，今天没有看到任何疑似李小姐的出现，这是一件好事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，这是一件非常棒的好事。但我觉得 OK， 来吧，继续等你。OK， 这个第一颗就是代表着飞走，对，飞走飞，圆。飞走路，飞走打了，而且两只黄忠，太可怕了吧？怎么又是一根？我们是遇到宝了，我们怎么已经不知不觉到宝了呢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个时间轴看起来有点怪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跳起来，蹲的越低，跳的越高。前面蹲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一个十抽。三只一起来的时候，不是啊，三来了三只六，但是怎么都 AW？ 刘备，说实话，我比较想要关羽耶，刘备哦，好啦，刘备对我来说其实卡面是比较强的，但是以技能组而言，我当然是比较想要关羽跟张飞。刘备对我来说，卡面可以，虽然那只手机我真的很想把它砸碎，我很想砸掉那只手机，那只手机真的有一点点碍眼，对我来说有点碍眼。不是啊，这个 AW 警告看起来极度危险呢。我刚刚虽然说这个十抽三只，没错，三只六五，但是不是 AW 的你们啊，真是的，一件令人害怕的事情。各位莫急莫慌莫害怕，我施了一点点小小的魔法，再测30抽，好不好？就抽满100嘛，抽满100，
就这样了啦，好不好？就抽满100，100，一趴100，三支合理 ，OK， 一趴100抽一支，再多一支，这样合理了吧？我觉得 OK 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这个十抽，我觉得啦，也有可能两支65们一起出来，三姐妹一起聚首，然后我就毕业，这样十抽我也扯下来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这个想法我觉得也是堪称完美，差蛮多的，对。我们还有保底格不要怕，保底格我觉得出六五的几率很低。六五您来了，你为什么要现在打我脸的上线？我的妈呀，重新也是一个三支的吧，我记得我好像也都是靠着叠他来喂敌的，这个有点可怕，我好像还没有喂他过敌的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我觉得啦，可以的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两个妹妹刚来了，真的，真的不该是这样，这个时间轴歪了，九零六，好啦，第一百抽，这就是个史诗级的一刻，0.38，两个都一起出来，没有问题的 ，OK， 没有问题，就这样了。我们就完美的结束这个棋局 ，OK， 有没有看到四颗彩能不出吗？我是觉得没有问题。白铁，对，请让路，白铁先生，不是吧？两只白铁，然后两只那个恶魔，然后还有一只新发威这个非洲人，还有一只条幅。转个念。今天没有移动币，就是对的。这个世界走，至少没有朝向最糟的那个。好了，那今天抽蛋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了。那喜欢我今天的抽蛋影片的话，按个订阅，按个喜欢，帮我分享出去，然后就让人家来嘲笑我吧。就这样，拜拜。